噔噔噔噔噔。哇！啊，这韩国人啦，我们拍预告片，啊，是要去啥拢无讲啦。哎，康哥，康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啊？心急吃不了热稀饭嘞。嗯，啊，我就是一个心急的人嘛。哎，各位乡亲啊，想袂到。我今天真正变成性急的人了呢！哎，康哥来四川了！疫情期间要叫我去四川哦，啊，要关14天。来试穿衣服啦！哦，试穿衣服啊，啊，唔讲我上侪，等等等等等等。